这是大明王朝最屈辱的一天，凤阳老家的祖坟被挖，太祖朱元璋也被拽出来鞭尸，大明朝的龙脉毁于一旦。崇祯一听，当场气急攻心，倒地不起。崇祯跪在祖宗面前诉苦，此时的大明已是风雨飘摇，内外交困，关外有皇太极虎视眈眈，关内高迎祥、李自成等叛贼又如此猖獗，他实在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只能祭出终极法宝罪己诏。儿臣再向天下人发布罪己诏，迎罪自成，减善撤越，罢免经验，不是昏心。崇祯是史上发罪己诏最多的皇帝，在位17年，6下罪己诏，除了公开谴责自己，就是每天跪在太庙祈祷祖宗护佑，想靠自己的真诚感动敌人，这些面子工程的效果也可想而知，不能说于事无补，那也是徒劳无功。别说敌人，连文武百官都不买账。崇祯下令禁食荤腥，禁止玩乐，为祖宗们守孝3月。几位当朝一品大员却置若罔闻，不仅大鱼大肉照样吃，还到花楼开启了深夜大 party。 各位老爷们，众人好酒好肉好姑娘，还能一起骂骂老板，可谓其乐融融。可就算做得再隐秘，也瞒不过锦衣卫和东厂的耳目。王臣听到消息，满口假牙都要咬碎了。皇上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，他们居然还有心思酗酒放纵啊！他们仗着自己是内阁重臣，什么事都看得出来，把整条街都给封了。国丧期间酗酒嫖娼，完全不把皇上的命令当回事儿，只等着看热闹。王臣清楚，这帮人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平庸无能的皇上，可国家最需要的还是他们，此时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他带人前往百花楼，假装与众人偶遇，言语中给足了面子，只求臣子们也能给皇上一点面子。为了剿灭中原明君，皇上愁白了头，惊碎了胆，操烂了心。大家不妨想想看，如果我大明没救了的话，那我们大家还不都得像福王那样让李军任意宰割吗？他们以为皇上太嫩就能不将人放在眼里，实际上他们暗地里的那些小动作皇上都记在心里。去年年静的时候你收了30万，皇上知道。还有你洪儉中原用兵的时候，你以员额不足为由扣去军饷25万两，众人心里都是咯噔一声，这些原以为天知地知的心密，皇上竟然全都看在眼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拿出来算总账。经过这么一番敲打，众人蠢蠢欲动的心终于安分下来。